追溯一些暗示，问问事情怎会开始，又问问事情怎会终止。此之计中计推理的冷静，天天我身边千发生天注定，时时及时总靠机警，未曾事实未定，颠簸处境。是与非或心虚的双眼处闪避，步步见机，追踪他的痛悲，慢慢平起。听清楚，查探内幕，花样太多，侦缉花样更多。全力分析一切色破，迷惘清晰之间不算太傻。始终大路，心思精细总有分数，多苦恼冤案总破得到，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却步，只需要根据感觉他的引导，机警的我总有一套，问谁买力实力我仍最好。逐步构思我分析圈中哪个可以，然而纵使身体此刻透支，来望我知穿梭空间太过老，让你知我还是追根究底，一生侦缉到底，绝对机警侦探出位，凭我事实上唯有绝艺，追根究底，始终侦缉到底，撞破艰险的计中计，凭我解开紫荆的这个谜。